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介绍的疗剂叫做 SARS-CES Sarsaparilla officinalis， Sarsaparilla， 英文叫做 wild licorice， 咁我哋翻译咧就拉丁名叫叫做白契吓，咁亦都有啲可能叫翻译做野生嘅甘草，咁暂时我都用白契吓 ，Sarsaparilla。嗱，呢个白契 Sarsaparilla 个应用咧，可以话三大地方啦吓，简单啲帮助容易记得。第一方面咧，就系喺嗰个膀胱肾啊，譬如嗰个肾炎膀胱炎尿道痛或者嗰、那个肾嗰啲绞痛肾石呢方面嘅。咁呢个就系第一嘅应用嘅地方。咁通常咧就系、是、发现咧。嗰、那個小便嗰陣時候咧係好痛，咁痛得嚟咧佢就要企喺度先屙得到嘅、啊。如果你坐喺度咧，尿咧就慢慢流嘅。咁啲尿當時咧係比較少啦，有藍啦，有啲沙石啦，有啲可能有血同埋啲濃嘅。咁但最緊要咧，呢、這個尿劑咧係小便嗰個膀胱或者尿道炎咧，小便咧係埋尾嚇，臨嬲尾嗰陣時候咧係特別痛嘅。咁呢個咧就是、一個第一個我哋成日應用到嘅地方嚇，腎痛啊，嗰、那個絞痛啊咁樣。第二個應用的地方咧，就係、是、嗰、那個皮膚嗰方面啦嚇。咁、皮膚方面咧，係包括嗰、那個男性嚇、男性嗰、那個陰道周圍啦嚇，個性器官附近咧，嗰啲氣味好重、好痕啊。咁皮膚咧就會有會縮啊，會裂啊，手腳嗰啲皮膚咧會出現嗰啲爆裂嘅問題，或者好多不同嘅疹嚇、啊，有啲可能嘅疱疹啊咁樣。咁皮膚咧亦都會出現咧，係包住關節嗰啲皮膚咧係特別萎縮啊，即係叫收縮咗嘅。咁好多唔同嘅包
啊疱疹啊，包括咧系头皮嗰度，头皮出现嗰啲咧系渗液式嘅啊湿嗰啲疹嘅，咁亦都Classes 咩白契咧，亦都可以用嚟咧系美白嗰个皮肤吓嘅净化嗰啲皮肤，所以唔同嘅疤痕啊，唔同有啲系啲斑块啊、疹啊、色斑呢啲，咁亦都有人咧系用呢个嘅白契咧系帮助。咁当然咧，你要坚持系常用啊呢、這个地方。好啦，第三个应用咧就喺女性吓乳房嗰方面咧，你发现你个乳房咧。那個乳頭咧就係、是、開始縮咗嚇，或者凹咗落去啊，咁乳房可能會有其他嘅問題，或者佢有過去咧曾經咧係有乳癌啊，或者家族性咧有乳癌，或者係嗰、那個哺乳嗰啲婦女啦，冇辦法喂奶，因為嗰個乳頭咧係凹咗落去、縮咗落去、平咗落去，咁呢個療劑咧亦都可以幫助處理呢個嘅問題。OK， 白契是一个很得意的疗剂，但我发现我 都经常用，尤其是在那个尿道炎的、那个问题，小便去到后面是特别痛的，小蚊仔是一路屙尿一路大声喊。好，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觉得啱不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